大家好，我是 Amos Wong， 今天我会分享这首歌，希望你会喜欢这次的 Fingerstyle 的简单的弹法。如果你想听更多的吉他歌曲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当有新歌出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听到了。我们下一首歌见吧。